这谁呀、啊？谁撇的鞋？大哥，大哥，是我。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？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？你还有理了？你这撇鞋干啥呀？劫车。就你一个人啊？就我一个人啊？就你一个人，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？我告诉你，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，你都拿走，给我留条命就行了。崴了，我打不着车，我劫辆车送我回家。是这个劫，不是这个劫呀！你早说呀！我这一身武艺，把你打出个好歹，怎么整？扶我起来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谢谢啊！哎，再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有事儿，你找别的车吧。大哥。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你就拉我呗。是我有事儿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，我也回家，我看电视呢。大哥，天这么冷，就我一个人，这么黑。你别这么磨叽，我跟你说啊，上车。哎，大哥，你知道我脚咋崴的吗？怎么呢？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？打折的限量版，把脚给崴了。哎呀，等等，我先放了你。你赶紧的，我跟你说，还有那棍儿。赶紧拿着，你待会儿啊，咱们停在马路当间，警察要是看见，咱就完蛋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都收手，都。前面那车怎么回事？坏了坏了，啊，警察来了。没事没事，大哥，警察来了，我来跟他解释。怎么解释？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，我撇鞋拦车，大哥人好，停下来拉我。可以，就这么说。不像前面几辆车，他都不停。太不够意思了。就两辆车停下来了。怎么呢？停下来就打架。为啥呀？追尾了。你给整追尾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，没看着我。你这是活路障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都够拘留的了。真的呀？你不能这么说。啊？待会儿啊。啊。咱就这么说。啊。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。啊。然后在这儿吵架了，在这儿停了一下，明白吧？你能行吗？啊，就这么着吧。你叫啥？你干啥？警察都是这样，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。完了，对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了。了解一下，你叫啥？我叫张娇娇。张娇娇，你多高？1.65米。多重？90斤。同志，你好。你好。怎么回事？对，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？是这样的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俩呀是男女朋友，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。谁跟你吵架了？你神经病啊！我对付你哦，对，怎么回事？说着说着怎么还吵吵？分手就分手，谁碰你啊？这小样，伤心你信不信？我一巴掌拍死你！你拍谁呀？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？哎呀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咋这么厉害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，男女朋友啊，是是，你别碰我。看这年龄可不太像啊，差不多，他24，我42。啊？主要呢，我俩是属相合适。啊，你属啥？我属鸡。我属鸭。我回家问问我妈，我再告诉她。半夜的，对，咱别给这马路添堵。是是是，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哎，谢谢啊。现在就走。哎，等会儿。走吧，同志，请过来。哎，哦，开几年了？他，警察太逗了，你也太时尚了，嗯。开2-3年，无证驾驶啊！对，没打算结婚，有了孩子再说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的是车，不是他。这车呀，哎呀，羞死了！我这车呀，有没有驾照？有，车买了半年了都。出示驾照。驾照呢？你不会真没驾照吧？老
我可提醒你啊，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，赶紧给家里打电话，把驾照送过来。不是，现在太晚了，家里都睡了。那行吧，把车开到交警队。哎，别，那个你我打电话。喂，哎，媳妇儿，你赶紧起来，对，给我送驾照。啊，什么？啊，我从外地回来了。对，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。啊，这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民主路。民主路。对，啊，女的，哪有女的？不是，是个警察，是警察。警察长得像男的，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。什么？对。你搭什么话？是你问我的。你等会儿，你快！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，啊，她是你女朋友，啊，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，嗯，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，你这是套牌啊。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，我有生活习惯，行吗？大哥，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，抓紧时间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哎，出来，你干啥去啊？啊，不是送我回家吗？你赶紧，你自己走吧。你不送我回家了？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？哥，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，我总不能白演吧？求求你了，我给你拜年好不好？妹子，你先走。哎呀，行吧，算我倒霉，啥事儿也不走。那个同志，一会儿就来，您别着急啊。哎。你女朋友呢？什么女？哦，她走了，让我给整走了，不收拾不行。收拾我去，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。郭大胆，回头。来了，媳妇，你等着啊。你上车里等我。哎，快去。本儿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。不用验证，这都是真的。我提醒你，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。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。对，等着。是，副驾驶有人他提醒，没人提醒啥呀？驾驶人员啊。那这鞋谁的？谁呀？这是？这帮人车里撇鞋。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。是，我刚才摇下来了，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，你知道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谁的生日啊？你半年以后你生日，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我还买了个蛋糕，让我半路上吃了。老公，你真好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祝你生日快乐！你别说，挺合适的呢。老公，你真好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他的鞋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？说实话啊，他脚崴了，完了以后呢，他在这撇鞋，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，他把我拦住了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？绝对不认识。什么？你们俩不认识啊？认识。啊？认识。不是，这个，你俩分开。是，驾照没问题，拿回去吧。谢谢，走吧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没事的。我打不着车，我害怕，我一个人。那这样吧，我开警车送你回家。真的？嗯，太够意思。对了，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。好吧。叫什么来着？我呢？墨迹什么？张娇娇。你不说你不认识吗？那个你们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，警察忘了。我知道年龄。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？太烦人了。你24岁属鸡的。你连属鸡你都知道，你还说你不认识啊？不是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？我还给你解释。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好吗？呀，你可不敢瞎说，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？我的妈呀，大哥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会被警察带走的。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，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。行了，
小子，你想多了，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，是的，没动真格的。那可不，谁给你动真格的？那个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说了，你们俩说的话，我一句都不信，我就信警察的。警察同志，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？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。完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？那行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哎，你呀，这都误会了。这个女孩啊，脚崴了，哎，想拦车回家，拦不着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扔了个鞋，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。是是是。其实你老公啊，想办好事儿。对的对的。以前他们真不认识。媳妇儿，手下留情，给我留个全尸。你看你的样，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，你们俩没关系，是我误会了。他说的。嗯。亲爹呀！啊，太够意思，反应真快呀你！什么反应快呀？啊，监控里我都看见了。你都看见了，你不早说！行了行了，大半夜的都不磨叽了啊！你俩赶紧回家，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。谢谢警察叔叔，不客气。大哥，也谢谢你。啊，没事。哎呀，他冲你的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这鞋呀就送给你吧，你穿比我好看。不行，我得给钱。没事，大哥，打一折。再说你俩都是好人。